宋夏交战，这里曾是战场。战火之下，人命如草。袁浩这次与大宋合议，不过是为了养精蓄锐。他终将卷土重来，我们心里隐隐明白。 袁浩必须死。枢密院有令，重启密阁。我们七斋又聚齐了。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或许也都变得更成熟了。但谁说千帆过尽，人不能仍是少年？他们这一去，怕是生死难料。没有生。 只有死。这一路，除了咱们七斋，谁也不行。启川寨一战，宋人伤亡殆尽，唯独留下你哥的命，你觉得是巧合吗？前面这条路或许是条死路，就随我一起，舍死忘生吧。起身一停。